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朗读的诗歌作品是《长大以后做什么》。蒲公英，蒲公英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要做一只大狮子，金色的鬃毛，浓又密，一只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，是吗？你要做一只大狮子呀，大狮子好啊。可是这片原野对大狮子来说太小了呀，可不是嘛？那我还是做一朵蒲公英吧。小鱼，小鱼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要做一头大金鱼，畅游四大洋，一头游得飞快的大金鱼。是啊，你要做一头大金鱼啊，大金鱼好啊。可是这条小河对大金鱼来说太小了呀，可不是嘛？那我还是做一条小鱼吧。蜡笔，蜡笔，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们要做一片大森林，长满了蜡笔树，一片彩虹颜色的大森林，然后用绿色涂原野，涂出一片跑啊跑啊，永远永远也跑不到尽头的大原野。接着用蓝色涂大海，涂出一片游啊游啊，永远游也游不到尽头的大海。那我长大以后做什么？我要和狮子一起赛跑，跑啊跑啊，一直跑到原野的尽头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和鲸鱼一起游泳，游啊游啊，一直游到大海的尽头。那我长大以后要和候鸟一起旅行，飞呀飞呀，一直随着季节飞到不同的国度。那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？谢谢大家。